各位仙周报的读者大家好，我是方雨欣，来高雄找最好吃最好玩的就要看仙周报。我印象中最深刻，我记得我很以前有来这边八五大楼住过，是不是有点太老了？但是对，但那时候我就觉得哇，这是很漂亮的海港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海港类的，然后因为到海可以看海，又可以看夜景，然后又可以去吃很好吃的海鲜，是我就是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最放松的一件事情。我今天来其实就是蛮震撼的，就是大家一起都来做爱心，很开心。然后有现场的人有就是购买我的义卖商品，然后也有粉丝，真的很谢谢他们。然后我想要对所有的病友，还有就是病友的家属们，你们大家都辛苦了，但是只要相信，就一定会有奇迹。然后大家一起加油，这一些事情都是我最喜欢的，对，因为我每一件事情都是我很用尽全力去做。那当然有在更好一点点，可能也许是音乐创作者或者是演员，他会更有一点点影响力，像是用公众人物的力量，然后来帮助弱势团体，或者是一些像我今天就来到这边帮助植物人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，所以都很喜欢，真的。